第二十二届澳门城市艺术节，一年十二日，呈现一系列有趣好玩嘅节目同现身活动，同你一起走进游戏新天地。用25步嘅距离，一起探讨人际关系嘅这么近那么远。工作嘅意义由你重新定义，嚟剧场一起打好呢份工啦！今年岁内有岁带嚟当代马戏艺术节以及城市银铃艺术节，无论3岁定80岁都可以尽情玩餐饱。一众本地艺团邀请大家动身参与连串新奇节目，一起尽情游乐。美丽嘅定义因人而异，欢迎嚟到造美之城投下你神圣嘅一票。想喺繁忙生活中散一散心，一起游走二龙喉公园，嚟一场脚边嘅远行啦！穿过隧道的尽头，会有啲咩未知的风景等住我哋发掘？音乐原来都可以有唔同睇法，以4种蓝色为主题嘅音乐盛会，打开你对蓝色嘅无限想象。摇滚货柜车穿梭澳门，多场快闪音乐演出，带你游走呢个看得见音乐的城市。我哋仲可以走进充满奇思异想嘅天地，探索人、科技与环境嘅关系。一场结合实验影像与声音的演出，反思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。一次思辨交锋的头脑风暴，审判由你来决定，敬请依时出席。一个个主人与宠物之间的真实故事，等待你与爱宠一起参与。一场科技与情感的对话，剪不断理还乱。仲有连串玩味十足的节目和现身活动，1月17日至28日，艺水玩转全程。